圣公会圣法兰西斯堂诸圣日晚祷崇拜 2020年11月1日 上帝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上帝。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在全能的上帝的面前安静跪下， 以谦卑和顺从的心承认我们的过犯，使我们靠着主无穷的良善和恩慈得蒙赦免。最慈悲的上帝，我们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在我们已经做了的事和该做而未做的事上得罪了主。我们没有全心爱主，也没有爱人如己。我们真心认罪，谦恭悔改， 求主因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怜悯我们，饶恕我们，叫我们可以敬爱主的圣灵，遵行主的圣道，荣耀主的圣名。阿们。愿全能的上帝怜悯你们，因我主耶稣基督赦免你们的罪，增强你们行善的力量，以圣灵的大能保守你们，常在永恒的生命之中。阿们。 上帝啊，快快搭救我们！主啊，速速帮助我们！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恩慈的真光，纯洁而辉煌，从天上永生圣父饶出，耶稣基督啊，圣洁而多福。现在夕阳西沉，我们眼见暮色苍茫， 我们歌唱赞美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无论何时，你都配受欢声赞扬。上帝的圣子，赐生命的主啊，万古千秋，永被尊崇。诗篇148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 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 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妇女；老年人和孩童。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圣灵以色列人，就是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群昌赞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今天的第一经课记得在所罗门志训5章1至5节14至16节。那时候，一人在磨难他的人，就是蔑视他工作的人面前，大放胆量。他们一见必惧怕心惊， 也必诧异一人得救的奇妙。他们要懊悔忧伤，心中绝望，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他。我们曾屡次羞辱他，讥诮他，
我们愚昧人曾断定他生活癫狂，他临终必不得到尊贵。哪知道他被列为上帝的子民，得占圣贤的地位。原来不敬虔的人的希望好像糠饼被风吹去，又像蛛网被大风吹破，像火焰被风飘散，又像过客留宿一宿，去后也不再记忆，但一人是永存的。他们的赏赐在主那里，至上的主必顾念他们。所以他们从主手里得着了荣耀的国与华美的冠冕，主的右手必护庇他们，主的膀臂做他们的盾牌。这是主的话，感谢上帝。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的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心骄气傲的人就被赶散。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因他眷念他恩慈的应许，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做的应许，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今天的第二经课记载在启示录十九章一四到二十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上帝。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匍匐敬拜做宝座的上帝，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上帝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上帝。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昆曲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就蒙恩得穿光洁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我就匍匐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你要敬拜上帝，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主的话，感谢上帝。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属民以色列的荣耀。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我信上帝全能的圣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圣子，因圣灵的大能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害埋葬，他降至阴间，第三天他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必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子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也与你同在。我们要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天赐给我们，又求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永无穷尽。阿门。求主向我们大显慈悲，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求主使你的仆人正直公义，使你的子民欢乐歌唱。求主使天下太平，因为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才可平安度日。求主看顾我们的国家，引导我们走真理和正义的路。愿世人明白主的圣道，使万国认识你的救恩。主啊，但愿贫困的人不被遗忘，使贫穷人的盼望不致落空。求主洁净我们的心，用圣灵扶持我们。全能的上帝，你把门招的人在你圣子我们主基督奥妙的身体里连成为一个彼此相通的团契。求主施恩，使我们效法主圣徒一切的善行和敬虔的生活，就可想主为诚实爱主的人所预备说不尽的喜乐。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子和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唯一上帝，同享尊荣，永无穷尽。阿们。全能慈悲的上帝，只有主的恩慈能使信主的人诚实侍奉主，蒙主的夸奖。求主使我们常常忠心侍奉主，就能承受主所应许天上的永福。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子和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唯一上帝，永无穷尽。阿们。至圣的上帝，凡洁净的心愿、正直的意念、公义的行为都是从主而来。求主将世界不能给的平安赐予你的仆人，使我们专心顺从你的旨意，并且依靠你，不怕仇敌，就可以在平安和宁静中度日。这都是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阿们。全能的上帝，我们一切权力都需向主负责。求主引导我国和社区人民，在选举政府官员和民意代表的时候，应忠诚地执行和明智的法令，使全民的权力都能确保，使我们的国家得以达成主的旨意。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主我们的上帝啊，我们为昔日主的众仆人和见证人感谢主，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为颁布律法的摩西和祭司亚伦，为米利暗和约书亚、底波拉和基甸、撒母耳和他的母亲哈拿，为以赛亚和众先知，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为彼得、保罗和众使徒，为马大、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为第一位殉道的斯提凡，又为在每个时代和每个地方所有殉道者和圣徒。我们的上帝啊，求主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的盼望和永生的应许，正如昔日你曾把这些恩典赐给他们一样。这都是靠着那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阿们。主啊，求主使我们成为主和平的工具，有憎恨的地方散播仁爱，有伤害的地方散播饶恕，有纷争的地方散播联合，有疑惑的地方散播信心，有失望的地方散播盼望，有黑暗的地方散播光明，有忧伤的地方散播喜乐。求主施恩，叫我们不要过分求别人的安慰，而是要去安慰人；不要过分求别人的了解，而是要去了解人；不要过分求别人的爱，而是要去爱人。我们施舍就有收获，宽恕就被饶恕，死亡就得进入永生。阿们。全能的上帝，赐恩典给我们，叫我们在这时候同心祷告。主，请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祷告，主必在他们中间。现在我们所愿所求，若是对我们有益，求你允准，使我们今生明白真道，来世得享永生。阿们。我们要赞美主，感谢上帝。愿上帝赐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和你们的意念，
叫你们晓得敬爱上帝和上帝的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赐福于你们，常常享受。阿门。第二个让那个让他，不不，我跟他，你如果来过就算了，因为那个助人是他们的师傅，不能放。这个，然后让待会。